活动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三位小朋友有没有一些鼠年吉祥话的？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想到什么鼠年吉祥话？弟弟 ，Uber， 恭喜发财。还有呢？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。看来弟弟是比较什么？年年有余啊，太好了！看来这三位小朋友不仅吼非常的会跳舞，也非常的会讲话。好，大家把掌声给这三位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一首也是改编过后的歌曲啊，那也以这一首改编版的 Nobody， 那祝福大家呢可以一家和睦，一家福，四季平安，四季春，可以国富千山寿，家和万事兴。Why you try to make me leave you? I know what you're thinking, baby. Why aren't you listening? How can I just love someone else and forget you completely?Bye.
大家。啊，这一首呢也是改编过后 Jazz 版本的这一首 Nobody，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了，再次祝福大家可以是鼠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。